想不到你真正会出现，我阁想讲你会来我放鸟。你拢替咱的交易机录音下我，阁要检举我，我敢明无来啊？袂歹，安尼我咩也唔惊咧。这是替你写的程式，以后莫过来找我。等下，其实要找你的人不是我。是你，小款，你就会使偷偷调走我，我就袂使调走你一个冰箱欲望。人我已经替你录出来啊，恁豆豆讲，成功，呀。所以你跳过去叫人怪我来吃，应该不是单纯是要开讲啊。算你巧，我是要来跟你警告的。孟子是我教伊的查某囡仔，你莫想要拍伊的主意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啊？我对你和孟子一点意思都无。啊，不过你甲迄个四眼妹更加就我，孟子是看了就臭啊。孟子若是无欢喜，我就会无欢喜。所以今嘛要让迄个四眼妹一只教死，啊，来你这只金毛的，都让我来修理。你和孟子够想要对伊晴天做什么啊？这是我无甚物了解啦。我刚才听伊讲哦，要把迄个四眼妹关伫淋浴间，互伊伫内底好好反省一下。呀，咱两个啊，代志还袂超好势，你想要走去倒位啊？我看你这样要紧死的妹，这样着急要关伊英雄奖，我看你真正对孟子无意思，哪里我来放心吗？既然是安尼，你要创啥？叫我放开！你是咧讲生笑？我无可能即马帮你走，啊，若无孟子即马当咧修理朱庭天，你也袂够。你若是即马走去家己，孟子袂爽就会留我出去，我唔着加说。大王家啊，你哩是因为我甲晴天去找黄小曼问正安处理我的代志，恁才跳过找麻烦，对吧？我跳过你的公司，你如心虚，就代表我有对啊。你哩甲正安处理我的代志有关系，无的卡，你甲廖孟之就是害正安小人去的真正凶手。看你不掉你！破了！真正出人命就无好耍啊！我来转啊！